现在是怪机师花莲市党部主委来跟 BOSS 报告一下，今天我们做一个婚礼场，这个婚礼场总共有60几桌，好，总共分两个场，一个在这边，另外一个在墙的另外一头，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做现场实况转播，我们用了怪机师 BOSS 推荐的导播机，一机是稳定器，这个是用无线图传，加上怪机师 FZ1002 加上怪机师的飞鱼稳定器，然后再加上第二机用做定卡，怪机师 FZ1002 加脚架，以及四号机我们做电脑的画面，等一下会有个抽奖，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画中画的概念，所以呢待会就一边抽奖一边就看得到人跟抽奖的号码，完全实现了一个人作战的系统。这个花莲市党部主委林仁遵从 BOSS 的厉害的不要原则，成功的一个人来做到了所谓的单兵转播系列，再次向主委 BOSS 致敬，谢谢主委，谢谢党主席，谢谢。